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杰克。那上一集好像是打完猪鼻子，然后拿到菜篮，然后现在我牙齿好像有500多个，那我再强化一下武器吧，胡椒枪好了，三阶。哇，红色的耶，感觉有点强，用用看。哇，这速度这伤害不知道，可这速度一定有提升的。然后我们上一集记得要用兔子，那我们就用兔子过关吧，应该会比较好过一点，因为兔子也算一个人物的重量，有点厉害啊。那应该是直接跳这个爱心。要先跳过去。这应该直接跳过去就好了，不用再看哪边中之类的。然后嘞，然后嘞，哦，那边有个拉的开关，那所以我们还是要用这个天平。太高啦！那我们这个高度也要适可而止。这样太快啦！那我们直接从。开关！你们看那个刚刚那个爱心会跳动耶，开门了。看来又要有怪物了，还是要找拼图。控制士兵沿着棋盘上的格子移动。对面的士兵将会以相反方向移动，然后只需让士兵同时抵达目的地就可完成。城堡会阻挡士兵的路，然后骑士会吃掉士兵，然后。在5步内要完成。好，开始。然后嘞，这样子吗？过了。哦，还没。成功！哇，就这样子而已啊。他不是说有骑士吗？没有看到骑士呢。我想说，又是那一只大只的，我就又要怕了。然后我听到猪皮的声音，不知道在哪里，应该在旁边那里吧。只是现在看不到，感觉很近哦。我看到了啦，在这里。开门喽，走过去看看，有牙齿，我兴奋什么？那我看一下这里下去是什么？哎，不能下去啊！吧，那继续往前走。我觉得呢，哦，跟我想的一样，因为这种直线，然后嘞，C，
Look for the queen. 去找皇后，但记住，她也在盯着你。所以我在盯着她，她也在盯着我。哦，读取中。亮。这边有什么？好多烟哦，看不到。一个记忆。然后，好多牙齿。我看一下接下来，如果胡椒枪要再强化，是要700，先把它用到顶好了，因为胡椒枪蛮实用的，就是它可以就是直接打，直接打，它不像那个炮，对，车腰，然后往前走，看来又要打怪了。嗯，重装兵。哦，反打嘞！一下就倒。要反击呢？他是砍那个艾斯吗？来不及闪。这只的攻击方式我不太会闪。你了，这是我不太会打的怪物。其实他很笨重，在他反打的时候我躲不掉。哦，躲掉，要提早按。真的很笨重，要打他5次，他才会挂掉。然后继续往前面走，是往下走，我以为往上走。哇，这个路一条比一条长。然后这里的话，应该是这里。哦，因为对等，体重对等，这样不行，让往上一点。重装兵。出来吧！
又是你了，这只挺不好打的，要从他背后。 落点就是在那个爱心，打打，哎，没躲到，哎，小。 接下来往哪走？这边上去吗？看起来是要上去的啊，应该是要上去，然后重来吧。 对的。哎，Windows， 为什么你现在来乱？我被微软的程式 gank 了。好，上来了。 For the royal guards of this realm, we are all victims in waiting. 弹跳板往前走，我看到应该这个吧。Be afraid now. 不要啦！还是重装。 把小镇除掉，也下来了。好，跑。所以这好像跑不掉，还是可以跑。 他把他的伙伴杀掉了，卡住了。然后他是这里挥刀会怎样？ 他会毁掉自己人欸，然后我自己也死了，<笑>看来要重打了，继续。他会把自己人杀掉，所以其实有些我可以不用杀。再一次，哎、欸、咻。
他会把自己伙伴挥死，然后又会死一只。会吧 ，Double Kill， 恭喜你 ，Triple Kill， 谢谢你。来来来，会会会。我帮你除掉了，来来来，那边还有一只。哎呀，这边这边这边。呀，人！哎，谢谢谢谢。啊，又要掉下去了，拜拜。哇，到了这里。然后呢？哦，那边有瓶东西，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机关是怎样。哦，看到了，原来如此。边，好，过着。所以真的那一只刽子手，这是完全干不掉。嘿咻，跳过来。看到了，但是好想到以前胡椒枪，如果因为就是之前的耐久啊，到就是它很快就没了，然后每次都过热，无法把那个时钟打完，然后又要重来。然后现在因为强化，所以耐久比较长。奇怪物，多林变色了。多林变红色的。哦，看来这边有一个隐藏的路，先回血。那边有一个阶梯。然后外面的场景看起来很 fashion。这么快？它好快哦！这边有几个平台，一个记忆跟三颗牙齿。现在呢？要往哪走？
来这里就只有在捡瓶中心而已，不是捡记忆，不知道。也就是往那里走啊，还是后面有路？再一次啊！没有路啊，这边呢？不可能啊！很好，我卡关了。接下来往哪走？往哪走？往哪走？那边有一个地方耶。还是我先跳回去看看好了，因为我现在我也不知道往哪里走。等一下，这里做一个洞会让我好想跳进去。记忆跳板，然后这里有跳板，然后飞有一个钥匙孔。应该是这里了。这里就没来过。也是兔子，需要一只兔子。觉得我们这一集差不多该结束了。好，那我们这一集差不多就到这边喽。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可以在右下角点个喜欢，或在左下角点个订阅，随时跟着我的影片动态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